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，我是石涛。在昨天、前天的节目中，我们我在其他节目中用了一个词儿，就是习近平要建立独裁者联盟，或者叫独裁者俱乐部。一带一路呢，臭到街了，呃，抽到家了。那抽到家之后，那现在的故事呢，我们会看到习近平经过这一次的两会之后。 完全把完成了自己走向独裁统治的这么一个地位，也就是西施王朝，他破坏了共产党的规矩，又用了共产党的规矩去约束了他位置以下的所有其他人，对吧？总理也好，人大委员长也好，我们看到所有人都遵循的当时邓小平留下来的规矩，甭管是七上八下或者换届，每人待两届，他是利用了这个东西。 那把他要要上提上来的人全提上来，所有跟他不曾共过事的，就是、说跟他有着两条心的可能的人，全都轰出去。所以用党的一切去规范了他之外的所有其他人，但他不受他自己不受共产党的约束，所以他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独裁者。那这个独裁者本身呢，他又否定了共产党的东西。 他否定共产党东西，这个东西就是会使得他随着一定时间的推移，也就是现在的领导班子的本身的磨合，在磨合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他是有他是有条件摆脱共产党对他的束缚。有人说，那他对共共产党对他已经没有束缚了，也可以这么讲。今天共产党对他最大的束缚，就是共产党在国际环境中的。 所作所为，人们是任何一个正常的人，其实包括习近平自己，他都知道共产党是只要有共产党，不会有任何正常人跟他靠近。这是这是故事，但是呢，他他的目的是要在国际社会中有一有一份分量，而这份分量呢，足以跟美国相抗衡，也就想把他的骑士王朝去代替今天的美国。 成为美成为国际社会的警察，那他呢要一步一步来，给我感觉是这样，要他要一步一步来。那我们看到这篇文章就是，呃，习近平利用普京迈出最终一步，他其实就是讲述了，在今天的俄罗斯，在今天的俄罗斯的，呃，跟乌克兰战争的僵局之下，俄罗斯被迫全面倒向中共国。那习近平会利用普京的一切，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。 那这里面很大的一目的，普京是一个独裁者，这是肯定的。那两个独裁者合为一体，却可以却可以抗衡今天欧美社会的民主国家，因为他们都是核大国。无论从地理面积的角度来讲，从人口的数量角度来讲，从两个国家的经济当量的角度来讲，其实都可以做到。在这个背景之下，他目前又去联手了包括沙特。 那包括伊朗、包括叙利亚、朝鲜这样的真正的独裁国家，所以他们要在一起运作一个全新的、全新的这么一个国际同盟。大家可以看到，伊朗、俄罗斯、中共国将进行军事演习，而这个沙特在向伊朗提供真正的经济援助。那朝鲜本身的位置？ 我们就不用更多的陈述，所以就很明显的可以看到，在国际社会中，跟欧美社会对立的，欧美社会民主框架下对立的国家，他们却成为了一个整体的肩架，而这个肩架的中心是习近平，而习近平的目的呢，其实真正的目的，我想应该是要台湾，但他就他个人的生性的胆小，他的平庸胆小。 那促成他一定要把任何冒险的机会让给别人，而他呢，却以平庸、胆小、沉默、忍耐的方式，一直等到时间，在时间的背景之下，等到对手全都给磨没了，他就出头了，啊，他就出头，他是这个方式，磨没的方式，你你可以你可以看一看，他在江他正他在对付江家帮的时候。 一直把江泽民送死，但是他对胡锦涛的时候，他却把胡锦涛给嫁出去，对吧？你而他对所有反腐的过程中，他都没有任何死刑，他完全是以这样的方式，就是把责任推给别人，把功绩都留给自己。在责任推给别人的时候，凡是有风险都让给别人。在国际社会中，他也用这样的方式出现了。 所以出而今天的普京是敢作敢为的，所以他利用了普京的敢作敢为，去对付今天的美国，啊，去对付今天的美国。这个这个东西呢，你就会看到在，在呃，普京在习近平将要出访莫斯科之前，主动的进攻了啊、呃，美国人在黑海的无人飞机，把无人飞机给打下来给撞毁打下来了。 所以这样的主动进攻，表现出普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替习近平牵制美国。那替习近平牵制美国的唯一的目的就是台湾。那普京完全可以说到做到，就剩下今天的习近平将如何去应对今天的场面，因为他今天场面场面很难办。所以在我看来，习近平利用普京。 这应该是在国际社会中所有大家知道的共识，而这个共识的如何利用和习近平利用的基点、焦点在哪里，那各说不一啊，完全各说不一。那习近平机构改革暴露内心的真正担忧，这里面呢是很多媒体都在讨论，在从三月七号进行机构改革，合并了很多机构，包括军，包括今天的呃金融。 包括今天的国务院，包括相应的一些什么改革机构的体制，都进行了改革，特别是国家安全系统进行了改革。那人们都会看到一点，就是习近平的惧怕，他改来改去，都希望权力高度的集中在自己的手里面。但是当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的时候，他对所有人又都不放心，他要必须透过这样的机构相互来管制、相互约束。 在管制跟约束的过程中，你怎么放，你都会有你不放心的地方，所以这是习近平生性所决定的。他生性胆小啊，生性胆小怕事，不敢出头。他永远想就是得过且过，但是呢，今天却成为了主子。当他成为主子的时候，一个胆小不成事的人，却成了却成为了天下的大事。那他就贪心有余啊。 实力不足，贪心有余，实力不足。要想实际实现他的夙愿，那就目前来讲，真正实现夙愿就是拿回台湾。那他怎么拿回来？所以对外他仰仗着普京等相应的这种对抗场面；那对内他要以自己的方式，用自己的人马去控制着一切。也就是说，内外两边都把他自己给放在台面上。 他他是完全突出在这个平台上，那突出的平台上的目标是台湾，可是当他一旦突出了之后，因为他已经在共产党上面了，你就会发觉他他他,他没招没唠了。其实整个内容写就是没招没唠啊，机构改革暴露内心真正担忧，是因为他自己的能力暴露了他致命的弱点——无能。 没有能力，没有魄力，没有担当，没有作为，他什么都没有。当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他唯一的本事就是在共产党的残酷的体制之下，他永远可以把自己处于最安全的位置上。在共产党残酷的体制这种背景之下，把自己放在一个最安全的位置上，那这种最安全的位置的时候，就造成了别人想打击他，打击不了。可是呢？ 同样，他也就变成最孤独。他不相信任何人，他就更加担心。所以，这是一对矛盾，就放在一起了。而他呢，确实是想成大事。他真正要成大事的内容，呃，就是台湾啊，就是台湾。结果，台湾呢，我们昨天跟大家说了赖清德。呃，因为今天，呃，因为十五号，赖清德在他自己的助手的陪同下。 已经登记注册，正式登记注册竞选中华民国第十六届中华民国总统。那跟他能够成为对手的，跟他能够成为对手，一个是国民党的北新市的一个市长，另外就是我们看到的柯屁。那还有一个就是生意人，说就这三个人，这三个人跟他对垒，或者三个人组合，相互交叉组合，或者三个人独立跟他竞争。 但无论从哪个角度，都大大的输给了赖清德。呃，输大最大的比分呢，可以高达二十几分，甚至到三十分；输的最小的比分也高达百分之五。就是今天的赖清德去对垒新竹市的市长，前市长，代表着国民党，就是一个人对一个人，他也领先百分之四点多，将近五。所以赖清德，我跟大家解释了他的独立之处。 不同于今天的蔡英文，他的独立之处，他非常坦诚自己是台独，而这个台独就是中华民国。那、啊、这个这种说法，在蔡英文的嘴里，在蔡英文的意识形态当中，他轻易不说的，他是在被迫的情况情况下才去讲的，而赖清德可以非常平铺直述正经八百的讲出来，这就我跟大家解释了。 无论今天习近平怎么摆放，他都没有能力直接面对“中华民国”这四个字。他可以任意的去羞辱今天的台湾，但他却没有任何能力去面对“中华民国”。而对外，他要仰仗着普京，成为他的一个肩胛结构；对内，他透过机制改革，使得他成为了今天习式王朝的皇帝。 当他都架上之后，当他去面对今天的中华民国的赖清德的时候，你会发觉他面对不了。他面对不了的原因是跟他的生性有关，是这个生命的基础所带来的所造成。也就讲说，最终不是他带得了统一，不是以他为主角统一了中华民国，而是中华民国作为正当的。 这理所应当的正当防卫的位置，把今天习近平所权力所管辖的一切给收编了，啊，一切给收编了。人们大多讨论的都是说台湾如何保护台湾，那习近平一定会进攻台湾。我个人的眼睛里不是，啊，根本不是。所以他他在做这个准备，他在做这个准备来分化美国的美国现实的环现实的那种精力。 在利用今天的普京，在乌克兰的战场上牵制着美国，这些他都可以做。反过来，如果普京真的牵制了美国，说：“哎，你习近平打呀，他不敢打。”他的生性促成了他没有能力去打。这样的话，当他自己完全突出的时候，习近平处于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危险之中，因为所有的人都会知道。 一个完全获得了权力，无论在一个独裁的体制的平台上，无论在国内，无论在国外，他把自己都放在了一个最突出的地方，就像你人的脸上长了一个肉球似的，全出来了。那出来了怎么办？只能切掉它，因为这个肉球无论它怎么疯狂，它都不是正常的肉，它都不是正常的身体，所以靠这个东西。 想去突出来占领台湾，或者说拿回台湾，是他的梦想，他非常想，他一定想拿下来，他愿意把周围的氛围都给促成他最有利他获取台湾的一个氛围，但是呢，他自己知道，即使那样的条件成熟之后，他自己都说不准自己是否拿下台湾。 这就是今天中华民国的赖清德。如果赖清德能够成为总统，他正是中华民国之后，那今天的习近平搞不好，最终是倒向中华民国，而没有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此结束它的历史过程。那好，这期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